当我们假装吵架，看父母的反应。你真是什么的办法不了，你是婆呀。好戏开始了。哎，啥子？你问他了？我问柔柔了，哈，听你话话的。你吼他啥子？我吼他，你啥子吼啥子？你说，你问他，你问他，为啥子吼？我只是想买一个包包。就是啊，想买个包包，你该买就对了噻。你买噻，他买这种15万块钱一个的包包，哪个买啊？我是买不起，他买得起了，他男朋友。他钱全部在这儿，叫你去买。我这他私房钱，拿着买。你背着我什么私房钱？不是，就算是有私房钱，我们也不能买那么贵的包包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别怕啊，别怕，人家是阿姨给啊。啥意思嘛？钱不够是不？拿起把手机来。我钱不够，我买得起。一个包包都买不起是不？出现你们两个，你们就惯他嘛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惯死。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幺，他呢就是从大哥的角度，他都应该把他的钱拿出来买。大哥，你不要怕哦。不准乱说，不准乱说，臭小伟，听到了没有？你打我咋的？我跟你说，我肯定你就是再敢骂一声，嘎，我把嘴巴给你封起来。你们俩走出去。小伟，不要怕。现在可以交代一下这个。不是，现在可以交代一下那个是哪来的吗？不是，现在必须。